奥特曼的音乐放起来。嗯，这样子，吃的都是健身餐。然后这个是鸡蛋，他们四个鸡蛋，然后有番茄，牛肉，有水果，然后会有一些应该是土豆吧，但是一些小的碳水，然后有醋，就会给大家尝一下味道。第一个。对啊，就是啊，没什么味道。啊！给大家尝一下蛋白。嗯，也没有什么味道，感觉是酸酸的，都可以，啊，特别像五角星。收回的就是收回的味道。啊！到我最家最喜欢吃的玉米，玉米好吃。前段时间瘦的比较多，一般瘦到29吧、28，但是又胖回来了。是的，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来了一遍，然后我今天马上就带他们去吃，然后我就胖了，现在就是胖。今天拍了什么呀？今天剧情不能说啊，今天就是拍了戏。拍戏多吗？拍戏。今天拍了一出大戏，展开讲讲。一出非常不错又很有质感，看起来又很棒又很帅又很有质感的戏，展开了。好不好吃？饿不饿？饱不饱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能活下去就行。再见。Huh?